现在画面上显示的就是营位测量仪，这个测量仪是在 Arduino 平台上实现的。我们这个测量仪需要跟手机配合使用，所以拿到测量仪后需要先从网站下载监测软件，安装到手机上，然后打开手机内的文件管理器，在存储的根目录下面建立一个文件夹，叫 tcm.exp。打开手机蓝牙，运行软件，搜索附近的设备，可以搜索到测量仪。连接该设备，在提示输入密码时输入1234，即可完成蓝牙连接。稍等片刻，软件会提示已经连接，同时出现曲线不断的向左滚动，这样软件就安装好了。然后给大家演示怎么测量营气。我们把多个探头外面套上白色硅胶圈，用胶布粘贴在不同手指的中节侧面。注意胶布不可以粘得太紧，否则妨碍气血流动。然后把手放到一个罐子里面，外面用衣服裹住，就可以开始测量了。测量一般要半个小时以上，中间尽量不要动，因为这个测量就像在水面上看倒影，只有水面非常平才可以当镜子用。如果测量时确实动了，也要记下来自己什么时候动，在结果中把相应的波动排除掉，不要用。